我加入的第一天，第一堂课是学习起草遗书。我们在课堂上分享彼此的故事，谈论宇宙、存在和事。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，保持热爱。 你醒了，你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，此刻就在外界下拖单的那个。是谁？等一下，电话会知道你是李路杰，你的组。 带，组长，找到你了！你需要医疗援助，担心你的情况。请记住，这个大哥。 我们会进行一个，由于你的，你现在需。 回溯逻辑完成，我们是处理个就是超，而我们是不该让你单独行动。现在组长情况如此糟糕，遇上超市体的话，出去再说，先集合起。 有异常，来的路上是吗？现场组长，我们会，我已准备万全，战斗指挥权已交回组长，准备执行，请为我左下方区域是，而右下方区域。 技能图标下的数，这里会显示敌我的速度比中原。点击图标使用普攻，收到指令。点击图标是，心情不爽。
前进攻。准备执行，我们的技能都已准备完，能级充足。点，请为我选定攻击目标。来吧，乘胜追击。请为中原选定攻击。撕开天窍，停止时轮，界外能者，给我一滴毁灭。不。何其宇就在。弹头。啊。我来警戒。你们先汇合。可一击。族长身上发生了什么？像是现实分解。现在，如果你按照之前担心。目前，不过，族长，闭上族长。不过好，防火墙、警报系统、管理员权限。立即。设定好了路，这片区，我和中原先。那我去解。明霜小姐，中原。确认安全。走吧，足不要眠。这是一个。哦，组长。遭遇人形超市，为什么会？他盯上我们了。我已准备万全。组长，来吧。下一步，
屏障协议。你忘记了你把我们也锁定。我是特别型启动式，我见那时辰已到。赶上了，局长！我接到现场，那家有些人，所以根据那些得赶紧遗留。我来指。能相信他吗？跟上去。这边。